一个月要买几件衣服，我都跟他计较。哈，因为妈妈你有钱拢买给我买，我有钱是妈妈足辛苦的，你一定爱怎么？啊，即马就想，哈，我若要知伊十七年了，爱啥物要买给伊？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去我家，我爸爸接的。后来回去，我爸爸告诉我说，那个朋友已经打给我30几次了，嗯，没有一次接得到我。他问我爸爸说，他是现在不要朋友了，不想接触人类了，还是觉得他的生活不一样，不想跟我们再来往？嗯，我爸爸不是这样，他要看到我的脸也看不到，因为我回去时他在睡觉。啊，老大人是透早四点就起来哦。嗯，我四点以前就出去做工作了，老当时看了很紧张，因为我又鼻子过敏，但有时候又觉得对自己身体有很多的怀疑，可能哪里哪里有病痛这样子。我妈妈就跟那个人说，你跟他较好。我后来就终于他找到我了，第30几通电话，因为你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说你跟他想好，你不如跟他说一下，咱若不是没一碗阿妹的汤吃，甘都爱安尼死家伙，其实我自己的心情只有我自己能了解。是，事实上，在世界的同时，包括李涛，包括很多人都在关心我。是，但关心是一种力量。那如何使自己恢复？如何使自己正常起来？如何使自己快乐？只有自己能帮助自己。是，比如说我在跟人家讲很多委屈、很多愤怒的时候。哦，但是我愤怒是没有办法言喻的。有人告诉我你要宽容，你要怎么样的话，我老是跟我心里在想说，你到啊没死人啊，你哪有你怕也没这样啊，你只能叫我宽容啊，哪是你呢？哪是你怕呢？你不知道会吗？你不做会搞吗？包括很多报纸上写批评我的，白冰冰话太多了，而且怎么样，我看每一个人的名字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我说你到都中没死人，您到位早给我弄把肚子就快点带进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批评我，你可以很轻松的讲出来。若是今天是你呢，也许你做不到我的十分之一。我真的讲，我可以不讲了，我可以移民，是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失望了，不要在这个地狱中心吧。但我不讲的话，我就不叫做白小燕的妈妈。赶快的话，一一天在外口22点钟，我这22点钟，我拢无想法，我拢无咧想啊。我咧，我到2点钟吼，要困之前，我至少能够想半点钟。囡仔哪会无去？啊，囡仔对我哪会这歹命？啊，囡仔自细汉，我到底曾经给他什么？伊甲要求讲，一个月要买几件衣服，我都甲伊计较。哈，伊讲妈妈，你有钱拢买给我买，我有钱是妈妈足辛苦的，你一定爱怎么？啊，即马就想，哈，我若要知伊十七年了。爱想我要买给伊，你会有反复不断、不断在想这些。所以工作对我来讲是帮助我的，包括我现在演这个《春天后母亲》，我就说，小燕世界之前没有人会来叫我演这个戏。那我讲啊，演《春天后母亲》啊，演我来安这个白冰冰，我是讲的话，迄个人会去用笑，大笑话一个。那叫我迄个谐星来演这個，那现在呢，类似角色。第一类秀的都是我，啊，原因我们在，因为白小燕的原因是，那我不要我女儿来牺牲任何事情而成就吧。对，那这个妈妈已经接了这个戏以后，我更有使命感，是，如何把她演出一个真正妈妈的样子。